这个主办单位哈、哦，把我跟秦汉两个人排在一起颁奖，我觉得很奇怪呢。两个大男人呐、啊，一个是英俊小生，一个是像我这种像红毛猩猩的男人，这样好看吗？下次假如我还有机会再上台颁奖的话，请主办单位帮我配一个美女，让我平衡一下嘛。演了那么多年的戏，第一次有人嫌我，我看我也不要颁奖了。哎，亲爱的，我怎么把喜剧变悲剧了？